哎，我来，我自己来。别动！我自己来。哎，这个我自己来。哎呀，这不托咱们朋友了啊？嗯呢，我自己托，我自己托。哎，大家都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我呢说两句啊。大家知道今天来是干嘛的吗？知道啊，那不是说要请大伙吃饭吗？是，想吃饭的啊，别走，我请客。都出来！谁去？谁花钱？大家都知道啊，饭是老百姓最重要的事。民以食为天嘛，对吧？关键怎么吃才能健康？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吃。我韩书记咋的？你没张嘴是咋的？还教大家怎么吃啊？就是啊。你少说话。说的没错，张嘴就能吃饭，但是怎么吃才能健康？怎么吃才能合得上政策？你给大伙讲讲呗。这还有啥好说的呀？我就知道吃完了不饿，吃了解馋，这还能画出个道道来吗？啊！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嗯，快点。妹子，你是个好女人，跟我喜欢的。都知道。